这一堆袜子什么之类的，他这是一堆袜子塞兜里，这不好啊，你不洗吗？地毯底下会不会有东西啊？哎，地毯，我们翻地毯，让我找一找。哎，地毯什么？有什么？有没有？哪也找不着。哎，在这儿。哦，那个什么荧光，他说跟他合照就能，那是不是这个还是在这边啊？不是，你看他这么小的光，应该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。哦，照手机是不是能照出他的密码？哦，对，这上面是不是有？这能照出来啊？这四边，对，这底下是啥玩意儿？再照照。找到了吗，老尚？没呀，哪有东西？这有字 friend C 那 friend C 跟那开手机有什么关系啊？密码啊， friend C friend 哦可以，聊天记录来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念一下，来呢。下午好，各位群里的朋友，群里的各位男士今天都很有活力呢，女士也格外的有精神，哈哈哈哈哈！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上的很好玩的密室，应该是大家都会感兴趣的主题，你们去过吗？我请你们去吧。邓仔回，又有新的密室逃脱了主题了吗？那当然要一起去了，小夫得走起啊。贾仔，艾特邓仔，人菜瘾大呀，人菜瘾大呀，走啊！你说邓仔人菜瘾大，人菜瘾，人又菜瘾还大，又菜又爱玩那种。你看邓仔说了，不行，我明天要在家花五个小时打扫卫生，来不及了，约后天吧。那就后天吧，那个密室也要玩五个小时，而且进入密室后不可携带手机，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，哈哈哈。正好我刚搬过来，离你们家都不远。后天呢，我先买好大家爱吃的汉堡炸鸡，大家来我家集合，一起吃个午饭，再去密室店吧，哈哈哈哈。兄弟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的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我很期待一起跟大家出去玩哦。昨天1:20啊，然后我打扫完卫生了，干干净净的，开心。你怎么在家就天天打扫卫生，那干嘛？然后杨仔说这么努力啊，那明天的密室也要好好努力哦。艾特涛仔，把群里地址发在群里啊，明天我们去你家吃中午饭。大仔说的。嗯，艾特涛仔，你还没回复啊？是不是睡着了？涛仔还没醒吗？发地址没有，完了，失踪了。他什么时候失踪呢？昨天的1:20。昨天就1:20之后。